听到辛达的声音哦，你声音很像那个贯穿力，很像那个双簧乐器的其中一个。双簧是后面还有一个。嘿嘿，各位朋友们。朱佑荣是他的声线也是蛮厉害，对，但是个头那种卡熟锅的女呢，我也来摘一点。那怎么是不是摔跤？你看，太摔跤，对吧？女子就在 Move Free 一节守护行动里。我爱 BB 秀。